咁其他委員要發言，陳偉業。主席，我啱啲只會講黑劍嘅問題啦。但頭先陳志全議員提到咧，即係有關佢講完之後又離開香港咧，咁啊其實就學埋689嘅嘢啫。大家如果記得關於呢個嘅菲律賓人質事件咧，即係嘈咗好耐，搞咗幾年。咁啊，689好似舊年。 即係聖誕離開香港之前呢，就突然間即係個緊急嘅記者會呢，就宣布就話會就返呢個嘅簽證嘅問題呢，香港政府呢就有啲新嘅安排，就菲律賓啲官員就被呢個嘅取消呢個嘅免簽證嘅安排，像煞有介事咁樣呢，就作為對菲律賓嘅懲戒。咁啊，跟住之後就嘣一聲就放咗假。 消失咗，咁啊，跟住菲律賓總統有強，即係好強硬嘅回應。咁咧，香港政府咧就歸縮咗個零兩個禮拜，咁啊令香港咧進一步蒙羞。咁呢個即係教育局長，既然係呢個689委任佢嘅，咁啊啲處事作風咧都似嘅。逢親有啲重大嘅政治回應一講完咧，就跟住歸縮。咁啊呢個。 充分反映呢個政府做嘢嘅低能，即係低B到，真係冇人有，係嘛？我諗你任何一個有常識，特別識處理公共事務嘅，即係人士又好，唔好話團體嘅負責人啦，即係更加遑論係政府嘅高層。喺處理重大問題，當你有嘢要公佈嘅時候，你必然會預計你公佈之後引起嘅。 反彈啊！輿論嘅報導，其他團體嘅批評，咁你就翻你作重大嘅公告之後，你梗要作一個嘅要澄清啊，同埋人哋啲批評呢，你要呢個嘅辯護，或者呢係攻擊翻批評你嘅人，即係你係有連串嘅構思同埋嘅部署啊，去針對你要。 處理嘅問題係嘛？梗係有部署噶嘛？咁你點樣透過呢一個嘅公告，跟住之後點樣透過個部署，要強化你嘅論述？點樣去透過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公共戰或者口水戰，係能夠建立政府嘅威望，或者呢點樣幫政府就返你針對嘅問題呢，係去呢個嘅爭取群眾嘅支持。 唔係嘅，跟住就消失，俾人打到落水狗咁呢，都完全冇還手之力。咁即係從呢啲問題睇到，即係呢個政府處理公共問題方面嘅態度同埋做事嘅安排，即係嗰種嘅粗疏同埋無能，即係低 B 嘅態度呢，即係令人即係感到驚嘆。 睇到都覺得奇怪，哇咁嘅做嘢係嘛？呢啲全部係即係翻版教材啊，主席啊，呢個即係任何唔應該做嘅嘢呢，就佢哋全部做晒。嗱，主席，我講返即係先前我批評有關呢個體育總會嘅制度嘅問題啊，特別啲權貴，特別呢啲會呢成為富二代。 頭先我啱啱講到啱啱搬龍門就係呢個有關呢個奧委會理事會嘅選舉嘅制度嘅問題。嗱，當時呢就個規定呢，喺2013年嘅時候呢，未改之前嘅規定呢，你係要做咗兩屆嘅總會嘅代表呢，至可以參選嘅。咁但係喺2013年嘅12月。 就突然間呢，係修改為一屆，兩屆改為一屆。做咗咁多年，你做咗兩屆至可以參選，有佢一定嘅理據，因為你做咗咁多年總會嘅代表呢，你較為熟悉嘅運作，你較為熟悉即係整個體育界嘅情況，咁你至參與呢個嘅總會嘅選舉。 咁呢個係合理嘅啊！
咁啊，當然你可以全部廢除曬所有嘅規管，總之係人係會員都可以參觀，呢、這個較為自由啲。咁但係某一啲嘅團體定嘅即係界別啊，等同你呢一個嘅保良又好，東華又好，佢哋係一層層上嘅。首先你要做總理，做完總理咧就要做副主席，做完副主席就做主席啊，冇得打尖嘅。啊！一重一層要做好多年咧，所以你由總理做到主席咧，有啲真係都隨時十年八年，係嘛？即係佢又有個嘅程序機制。咁好多團體，特別啲較為保守啲嘅團體，都係用咁嘅機制，用個年期嚟觀望，或者係即係培訓某一啲人，咦？覺得佢係忠實可信，覺得佢係對嗰個嘅界別咧係有認同，同埋咧係有呢個嘅見地。啊，或者聽話啊，點都好啦，即係有一個嘅期限俾佢作觀察，或者咧等佢可以熟悉個運作，同埋係表現佢喺呢一方面嘅能力。但突然間嗰年就改咗兩屆變一屆，邊個參選呢？究竟係嘛？基於邊一個嘅特殊身份嘅參選，令到咁重要嘅組織突然之間要改搬龍門？改變嗰個參選資格，原來就係阿霍震霆嘅長子霍啟剛。咁當時有啲人都表示異議嘅，喂，唔好咁搞啦，你咁樣搞，即係分明係做馬，係嘛？即係令到呢個體育界蒙羞，因為呢啲嘅情況必然會受呢個嘅傳媒嘅報導，同埋即係各方面人士嘅攻擊，特別有部分人士呢已經地對呢啲體育總會、對呢個體育界嘅小圈子嘅操控好多唔公平嘅情況。啊，頭先我已經批評好多呢、這個好多總會呢基本上係黑箱作業。你而家再加上呢啲權貴咁特殊嘅身份，係咪即係一代傳一代啊，由阿老霍傳俾阿霍震霆，霍震霆家又傳俾個仔，嘩，三代傳落嚟呢係操控香港嘅體育界。即係呢啲家天下嘅做法呢，香港人係唔接受嘅。啊，即係當然對佢呢啲所謂名門望族呢，即係好多人呢就好鍾意睇啲新聞啊，亦都關於呢啲名門望族，即係啲媳婦啊，或者係啲即係邊一個娶邊一個嫁邊個，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娛樂界嘅報導。咁但係你涉及到咁重要嘅組織，同埋先前已經聲譽呢都已經唔好㗎啦，咁再加埋呢啲問題呢，更加令到市民呢對呢啲體育總會即係嗰個負面嘅感覺呢係越嚟越強。咁所以基於即係呢方面嘅情況呢，你要我哋要撥即係千九萬俾呢啲總會呢，其中部分啦，即係呢個呢是一定加以呢個反對。嗱，香港嘅港協同埋奧委會另外一個嘅嚴重嘅問題咧，就係呢個嘅管治老化。咁大家都見到內地啲政府嘅架構咧，即係呢特別呢兩三，即係呢十幾二十年咧，已經定明好清楚嘅架構咧。就算你中央領導人咧，都係做十年就要轉噶啦，係嘛？即係冇得。即呢個嘅喺度死纏爛打，或者喺度賴住唔走嘅，咁你好多省市領導人都年青化啦，主席，你見到中央好多領導人，包括中央啲體育會啊，啲體育團體、內地嘅體育架構，啲領導都年輕化啦。同香港比，我諗平均起碼即係年輕過香港啲領導人咧十幾二十年。講體育團體，你見到香港啲體育團體咧，即係有啲已經做咗即係二三十年以上㗎喇，好多已經係咪，即係我又唔係好想點名啦，因為有啲人我都熟嘅。咁你見到佢啲做咗成二三十年仍然喺度做，但又見唔到有乜表現喎，主席。最慘就係、是、我成日都講話，好似你呢個嘅曼聯費格遜做咗廿幾年，話攞咁多屆冠軍係咪，咁大家感到佢有料㗎嘛。曼聯球隊大家都知，我成日覺得曼聯嗰隊球隊呢即係啲質素其實麻麻，但係喺呢個嘅老費掌握之下，呢個嘅培訓之下，一個由普通球員可以變咗球星啊！即係佢將嗰啲人結合，再加埋啲策略同埋即係呢個嘅組織啊，再加佢嗰個管理咧，
係令到隊球隊即係好傑出。咁但係香港你唔見啊嘛，香港你係見到不斷抌好多錢，當然間中出到一啲嘅傑出人士，譬如黃金寶啊、李麗珊。但大家都知道，黃金寶、李麗珊呢一類傑出人士，唔係體育總會培訓出嚟噶嘛，好多係佢自己本身嘅奮鬥啊，然之後咧就即係經過自己嘅即係磨練咧，同埋呢個好神奇嘅故事咧，然之後係成功嘅。咁當然佢每次攞獎都有好多權貴企喺旁邊啦。咁所以你睇到呢個港澳港協同埋奧委會嘅老化嘅情況咧，你必然會諗到呢個老化同埋僵化同埋香港體育質素即係唔能夠提升嗰個相連嘅關係。而你睇到呢班人咧，嗰個嘅管治嘅質素同埋處理問題嘅質素咧，亦都令人感到唏噓嘅。啊，最明顯同埋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咧，就係啱啱上一屆呢個冬奧出現嘅問題。不但即係啲領導層嘅表現，俾人覺得佢不但唔愛惜或者唔珍惜、唔愛護、唔支持代表香港嘅即係運動員。反為呢是出現侮辱香港運動員即係嘅詞句同埋嘅情況。咁上一屆冬奧大家都清楚呢，即係有關我哋冬奧唯一嗰個代表冇呢個隊醫同行嘅問題。咁啊好多報道都提出質疑，點解呢咁。咁我哋睇返個名單，當時去個名單呢有好多其他嘅人士㗎喎，咁佢哋嘅解釋就話咦我哋去開會，喂，你而家去比賽喎，當然開會係比賽之一，大家都清楚知道，每一次逢真係奧運同埋呢個嘅冬奧都好呢，都係會透過呢啲大型嘅世界性嘅運動嘅節日呢嘅節目呢，就同一時間就有好多嘅會議去開。但係個問題個重點係比賽重要㗎嘛，係咪？你係比賽重要嘅，必然以運動員嘅需要為依歸嘛。譬如你買嚿豬肉搭嚿豬頭骨，你唔會話因為要攞嚿豬頭骨要嚿爛豬肉㗎嘛。呢個香港體育就係咁啦。所以香港體育呢，即係啲領導層就個個身光頸靚，啲運動員呢就窮到渣兜。呢個係一個悲哀，好悲，即係一個悲劇嚟㗎。呢個係啊，嘩，啲建築物幾靚呢，係咪啲運動場幾靚呢，啲運動員呢即係就窮過鬼。咁呢個情況正正就係成個管治階層嘅問題，正係諗自己，嘩，我係代表喎，梗係我要去啦，係咪你係運動員，你符合個標準你可以去，但係你需要軍醫呢，唔好意思，唔夠位呀，你個軍醫冇位呀，你要咩？有，我哋中國有代表，中國有軍醫，你可以用我哋中國嘅軍醫。喂，其實大家互相競爭㗎喎。早排睇單車賽已經知啦，唔知單車賽定溜冰賽係咪，香港啲運動員同內地啲運動員呢個嘅一齊競爭嘅時候都俾人出蠱惑，成個摟咗你出去啦，最後係咪。咁所以你逢親一出現呢啲競爭嘅，你大家中國又點呀？中國軍醫一定會幫你醫好香港運動員㗎，俾多兩劑藥你等你腳軟添啦，隨時係咪，即係當然未必必然係咁啦，但唔排除呢個可能性㗎嘛。嘛，大家有大家嘅即係目標，譬如你香港運動員同中國運動員爭金牌嗰陣時候，打死我都唔信中國個軍醫會即係醫好你，同埋搵啲方法整好你，等你個表現好啲呢，可以贏到個中國運動員啦，隨時俾兩劑射藥你嘆，隨時俾兩劑射藥你嘆啦，係咪。咁所以你見到成個領導層嗰個心啊，都唔係為我哋嘅運動員提供最好嘅服務嘅，即係咁以好似當施捨咁。你有權去，有機會去，你咪執到啦，已經係咪。即係你見到黃敏剛即係嗰種嘅態度呢，真係呢啲又係富二代嘅表現啦，係咪。即係我哋都好熟悉黃敏剛，識佢幾十年。咁但係即係呢一次嘅表現係令人感到
其實都唔係失望嘅。我對佢哋都冇乜期望，其實，但係可以公然咁樣侮辱香港運動員，係令人感到極為呢個嘅憤怒。咁所以你唔去改革呢啲咁嘅組織嘅話咧，繼續資助咧，呢、這個絕對係香港運動之恥，或者咧係繼續浪費呢個嘅公帑。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